台湾国四人的地比联播用枪目七千六等比部地有个当初来把领American 的么九八年苏阳的 dollar 地的么地比联但不是的四人的台湾国用枪目困比来比呢第六用枪没苏阳但边也有目的楼上没路他们是个地比来把领地有但用表演手工是度个嘞在高中里呢，对 American 实行以呢，台湾以来家庭内部个芝麻的，安尼个家养起来呢 ，American 也冷冷养产物个，避免它呢干瓜皮，而哩冷冷养产物个，吃青皮等吧，所以我先呢说一个当初来啥吧 ，American 他们那九八年个咯，对毛片冬季一身潮湿，危险比冬季一身都要保温呢，冷冷顶部养产物个，跟 Grandma 对要问对比个吧哩。美国人家一问题他那个老公为了那样项目啊台湾中国高过一人的头半辈的高那些美国所有无法的干预比而那一面人的头半辈母好台湾龙中一段没平民的一把的切皮的路标价格吧零第二个了美国哈没密度的比论一个文要素判的大陆是说标出来吧零第二个购买欧洲困压 democracy 那个台湾国的这样的卡玛过半欧洲困扰没有改变那些前提台湾哈只有比马街把那路开马有啥差别台湾的比马保持一段路爱人应该东端的路给你表达吧的美国哈只有一比论一个温顺的台湾过人的样了哈只有一个悄悄安南的龙中一就是把我踢开始的路是个表达的那边美国所有你的老公路也这样的人的目标 One China Policy 的 Lisa Lina 把美术的格力国电地把的台湾哈这样的快枪面的四百的苦皮匠的 American 不必打的但便也有目的楼上多美路标给把的 American 怎么了九百年的这样怎么了习近平的 Telephone 的设对标书虽然目的这样也 One China Policy 的秘密里的套看将标书给的了台湾的 democracy 也留下目过来讨看这样标给吧嘞。大家讲九百年的本身哈，全是由跨台的大手笔到西高维盘他妈的。比个嘞那个 American 奥罗麦，台湾国来要比闹，对 American 是生意哈，对毛姆面子我请你的股要拉给吧嘞。